又天妹童颜的郭书瑶之前在电视剧里饰演高中生，一点都没有违和感。而近日她在网上抛出热舞影片，再现魔鬼身材，也让粉丝忍不住大喊：“性感女神回来啦！”这样太危险。真的太危险，网友表示这傲人的上胸根本害羞到不敢直视啊。而另一个跳舞片段，瑶瑶秀出火辣 M 字腿，弯腰时又再露事业线。是新年快乐啊！而两支影片晒出后，已经超过10万人观看，粉丝们大赞辣，超辣，辣翻天！是说瑶瑶性感和可爱模样，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啊？圈娱乐，这不科学。台北报道，非凡娱乐，台湾报道。